你就发现里面包了，包了一些牌，一些扑克牌。那这边的扑克牌呢，都有不同的图案。那我们先放五张在桌上好了，一二三四五，五张。那你可以伸出你的左手食指吗？左手，帮我点一张出来，点一张，推出来，随便帮我点一张牌，这张把它推出来，推出来。所以这个是你选的牌吗？对不对？那如果你选到的是这张画，可能就是房子。这张的话是纸鹤，这张的话是星星，那这个的话是青蛙。那你选到这个东西，你把它拿起来看一下是什么东西，拿出来给我看，拿出来给我看。所以你选到是爱心，对不对？那爱心呢有什么用意呢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稍微把爱心呢放在这个地方晃一下，晃一下，吹一口气，翻过来，手伸出来给我一下好吗？晃一下。麻烦那默默的打开来看一下，你会发现爱心变成了有颜色，对不对？那其实这还不是特别神奇的地方，还记得我一开始放这块布在桌上吗？对不对？那仔细看，我们把它拿起来。其实我一开始就预言到你会选到这个爱心，仔细看，你就发现它就变成一个爱心的形状。你就发现这块布慢慢变成，好强啊！